悠悠布告栏，答案写写看。水蜜桃姐姐，今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叫我们画很多长短不同的直线条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香蕉哥哥，你可不可以教教小朋友要如何把线画得又直又长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使用一种文具，就可以把线条画得又直又长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小朋友，你们知道香蕉哥哥说的是什么文具吗？一起来猜猜看哦。第一个提示是纸，第二个提示是圆规，第三个提示是橡皮擦。小朋友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现在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喽！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嘟嘟。
西班牙。小朋友，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摆摆头，扭扭腰，准备跳舞咯。大雨一直下，淋的湿哒哒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想办法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大雨最爱说话。风雨天眨呀眨，马路上黑压压，下车车来排队，亲亲爸爸爸。风雨伞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他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雨伞花。选选看，小朋友，你们猜到了吗？到底香蕉哥哥是用什么文具来画一个漂亮的直线呢？是直尺、圆规还是橡皮擦呢？答案就是用直尺来画直线，因为直尺上面有公分的刻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画的直线长度是多少哦。那圆规是用来画圆形的工具，如果你要画一个漂亮的圆形，就要使用圆规哦。不过小朋友要注意哦，因为圆规有一个尖尖的针，在使用上一定要小心，不然很可能就被刺到哦。那如果你的直线或是圆形画不好的时候，可以用橡皮擦把它擦掉，再慢慢重新画。那小朋友现在知道直尺、圆规还有橡皮擦的功用了吗？那我们下午见咯，拜拜。